我被人安慰 ，be like 网友，一个月生活费800，我的眉笔是在2元店买的，1块钱一根，暖心路人，宝子别难过，姐姐我家5套房子，4套公寓出租，都给我当零花钱，我也用5元的眉笔，我真的和你们有钱人拼了。